族出来表演，都像一朵不一样的花，在绽放它的美丽。当夜幕慢慢降临，当皎洁的月光照进安详的村寨，当远方的客人远道而来，族人们常常举起酒杯，在那里将又一次响起动人的歌谣。接下来有请来自黔东南州民族歌舞团歌手2010年青歌赛原生态铜奖组获得者吴春花为大家带来歌曲《迎客歌》和《那里》，掌声有请。来到这里，我感觉到了家的感觉。我的家在黔东南，但是来到这里一样，感觉是我回到家了。那么今天很高兴，我接下来演唱一首我的原创歌曲《那里》，谢给大家。
首原生态的歌曲哈，迎客歌献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姑娘请留步，请留步，请留步啊！大家觉得姑娘漂不漂亮呀？来点掌声呀！谢谢谢谢。配合一下啊！这个姑娘从黔东南州过来不容易啊，歌声美，人也美。刚才我看唱歌的时候，我注意端详了下面一位大叔，他的表情是这样的。是这个样子的，谢谢谢谢。我跟你说，这个我们这姑娘不容易，所以要让她感受一下我们贺州人民的热情。我跟你说，大家配合一下啊，觉得她美，爱她喜欢她的，来点掌声。谢谢谢谢。觉得想把她带回家做新娘的，来点尖叫声。我的害羞了。啊，谢谢姑娘啊，谢谢，来掌声欢送一下。 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五千年前的历史，在几千年前，苗族人民因为战败逃亡，迁至越南、老挝、湖南、云南、四川、贵州黑河大旗一带，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舞蹈来回顾这段悲痛的历史，大家有请大迁徙，掌声有请。Go away!
老大是的自己激动的自己啊多激动说嘛即将为大家演出的则是一个专门以学习苗族文化的女孩团体，她们的名字就叫做古阿斯组合。这个组合成立于2013年9月。是的，那她们组合成立至今，由苗族青年代表罗贤美带领年轻的苗族学生姑娘们一起多次出演过各类舞台，而姑娘们那一身美轮美奂的着装打扮和动听的歌声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贵州古阿斯组合为我们带来苗族原生态多声部合唱《古阿斯》，掌声有请。有请。
的董山珠，多次获得全国各类比赛的金奖，演出半径到达北美、北欧、东南亚、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好评如潮。是的，那近年来纳雍县人民政府以滚山珠为龙头，着力打造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形成独特的滚山珠系列特色苗族旅游文化，推动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下面我们再一次有请纳雍县滚山珠艺术团为我们带来原生态芦笙舞滚山珠，掌声有请。
感谢纳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我觉得同样是芦笙舞，不同的团队带来的是不同的精彩，因为他们汇聚不一样的汗水和努力。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来自威尼斯苗学会2016年乌蒙文化艺术节原生态歌唱大赛金奖获得者阿蒙菜组合，来自威尼的，给大家带来天空晴朗朗，木叶情歌，掌声有请他们，掌声有请。